那件事你妈给你的嫁妆吗？哦，对啊，很俗气吼。那无什么大跳楼的代志哦，伊无可能吼，把迄领领珍贵的物件摕去当啊掉啦，当啊掉就准煞啦，我看无当作笨手。阿妹啊，伊太没人教的人心意了。川西啊，你为什么要跟心意划分的清清楚楚？你每一次无理的要求，他总是让着你，圆满你。奶奶还以为你会有良心，会适可而止，没想到你居然还得寸进尺啊！今天奶奶的寿宴，你居然给我拿着这个东西来这边，你到底要怎么样啊？你要心仪怎么样？奶奶，我没有要心仪怎么样？我也想对心仪好一点。我知道我的方法很烂，可是我已经尽力了。如果你真的想对他好，那就对你自己诚实一点，也对心仪诚实一点。为什么你开进我厅，他就会生气？为什么在拍卖会场上，你要让陈心仪大出风头？你要不要看清楚你自己心里面到底是怎么看待陈心仪的？晨曦了，是晨曦自己要离开的，他已经帮晨曦做了选择。是这样吗？狗不见了是他帮你找，女朋友失约也是他陪着你。每一次当你一个人寂寞难过的时候，在你身边都是晨曦。我记得前几天差点小产，季晨曦，你记得吗？我不会再让这种事情发生。毁掉这个孩子，我也没有办法把小孩放在一个不爱孩子的爸爸身边。我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带着纪念品离开你，越远越好。
去，你们一起送我。我又不是第一次被放鸽子，干嘛？让我失望了，还是不好哭？陈贤宇，你是不是爱上我了？因为你不想离开，所以不想前进，对不对？告诉我，我现在很需要这份答案。告诉我，我将重新组成这份合约。你不要再骗我了，骗我怎么可以？拜托你不要逼我签这份合约书。陈星爷，你是不是搞错什么？我要你签是为你好哎。我怀孕了。你没事吧？我要这个孩子平安的来到这个世界上。真的是非常谢谢你。你来到这里唯一的任务，就是把你肚子里面的小孩生下来。